我带你去往生，马上就走了，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。不能说我这里还有事情没处理好，那人我还要去跟他见一面打个招呼，没有这个念头了，真放下了。密言经书云，如无为者，密言土，即是祝福他受用土，于发心土上以悲愿力建成果。这一句话还是不好懂，啊，如无为法，这一句重要。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环境是有为法。有为什么意思？有生有灭，是有为法。如无为法呢，它不生不灭。它有没有相呢？有啊，密言净土就是的，西方极乐世界也是的啊。为什么它没有生灭？它没有通过阿赖耶，阿赖耶是妄心啊，我们用真心妄心讲好懂啊，它完全是真心现的，真心所现，在显教里面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佛的十报庄严土，在密宗里面称为密言土啊，是一不是二，名称不一样啊，境界是相同的。密言土里头，也就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十宝土跟无为法相应，它没有生灭，也就是它没有起心动念，当然更没有分别之处。我们在大乘这么多年，这个概念有了啊，不生不灭。西方净土啊，有没有菩萨？有41位菩萨住在极乐世界十宝土，这41位就是华严经上说的，是住是现是回向，这30加上10地40，再加上等觉41，这41个位置居宝土，这个宝土是无为，无为者他没有生命，人没有生命，万物都没有生命啊，花永远那么新鲜，永远是那开放，没有花开花谢啊，只有开没有看到谢，而且开也永远开，还随众生的心，我喜欢它就都开了，我不喜欢不要它就没有了啊，那个不是生命，是随我们自己的念头啊。为什么？全是自己念头变现出来的，这个念头里面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就叫无为啊。如果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之处，我们这个世界那就有为啊。金刚经上说得好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，不是真的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啊。佛教我们
看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跟极乐世界不一样。极乐世界不但是报土，是无为同居土，凡圣同居土，方便有余土也是无为啊，这就不可思议了啊！十方诸佛刹土，十宝庄严土啊，如无为法是对的，方便土是十法界，同居土是六道轮回啊，跟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啊，是有为不是无为啊，啊，所以这极乐世界就特殊了啊，它全是无为，全是自心所现，没有妄心啊。那我们要把妄心放下，完全用真心，太难了，说得很容易啊，做不到啊！啊，我们眼见色，你能不能同时见色的时候不起心不动念？如果是真的不起心不动念，你是用佛眼所见的，佛眼没有起心动念，你就成佛了。那菩萨都做不到，菩萨起心动念，他的本事呢是不分别不执着，比我们高啊。菩萨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阿罗汉分别有，执着没有，阿罗汉有起心动念，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他能超越六道轮回，不能超越十法界。我们凡夫这四句具足，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通通有，见色有，闻声有啊，闻鼻闻香有，舌尝味有，通通都有啊，这叫什么？六道凡夫。真看破了才放下，放下就真的了。啊，看破没真的，没放下，所以看破之后，知道是人，承认了，不怀疑了，就要真干了。啊，真干啥？不把它放在心上。就这么一句话啊，我感谢张家大师，一辈子不会忘记他，他教给我的啊，看破之后明白了就要放下，就真过了啊，不放下不行啊，不放下还是反复啊，从哪里放？先放下执着，与什么都不执着了。现在阿弥陀佛来，啊，来看到我，来，我带你去往生，马上就走了，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。不能是我这里还有事情没处理好，那人我还要去跟他见一面，打个招呼，没有这个念头了，真放下了。放下之后就有本事，为什么？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，就有阿弥陀佛那种分身的本领啊！我们可以分无量身再到这个世界来，还有什么事情没办好的再来处理，这是正确的。为什么？来去自由了，
那现在不行啊，去不了，去了之后回不来。啊，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，马上可以回来。啊，回来什么？应以什么身度，这就用什么身。神通广大，智慧无边呢。这个机会可不能丢啊！啊，所以要想到阿弥陀佛这个时候来了，我怎么办？手忙脚乱不行，去不了了。阿弥陀佛走了，一丝毫留恋都没有。啊，真放下了。什么时候？时时刻刻都是放下的。啊，别把放心，放在心上就是佛号。就是西方净土，啊，想极乐世界，经上所说的极乐世界，一真庄严，啊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啊，其他的全不要想，啊，不要想能办事，办事不要靠思想，思想是烦恼，是妄心，啊，用什么？用真心。真心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。啊，事情来了，自然就看清楚，自然就能处理，而且处理得非常妙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